佛安吉祥。今天是2024年9月26日，星期三，农历8月24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晨安。愿在这美好的清晨，佛光普照，祝福随风而至。祝愿你平安喜乐，幸福满满。祝你身体健康，无病无灾。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。愿你日日康健，长寿安稳。如佛法所说，身安则心安，心安则事安。祝你事业顺利，财源广进。愿你事业如日中天，赚钱多多。无论前路如何，都有佛光护佑，事业步步高升。祝你家庭美满，笑口常开。家庭是人生的港湾，愿你的家庭如意和顺，笑声常伴，家人平安幸福。正如佛法所说，家和万事兴，和睦生喜乐。祝你心情愉快，无忧无虑。愿你内心常怀愉悦，烦恼远离，时时拥有平静与自在。正如佛法所说，随心无挂碍，心自在则无忧。祝你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。愿你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顺利进行，事事圆满，福慧具足，吉祥如意。愿你在这一天里幸福如意，健康安康，平平安安度百年。无论日子多平凡，愿你都能找到那份简单而美好的幸福，内心常存喜悦与感恩。南无阿弥陀佛，祝福你今天事事顺利，心境平和，快乐相随。初秋来临，天气变幻无常，如同人生中的起伏变迁。然而在这不定的气候中，愿你的心如秋月般清凉宁静，无论外界如何变化，都能保持内心的平稳与和谐。佛法教导我们，心静则国土静。愿你在这一天里心静澄明，远离烦恼尘垢，收获内在的安宁与祥和。送上最真挚的祝福，愿你健康常伴，正如佛光普照，护佑身心安康。愿你事业如日中天，犹如星辰在夜空中闪烁，璀璨无比。佛法所说，若人欲求乐，当行正法道。愿你所行之路正念长存，步步如法，事业蒸蒸日上。愿你的感情如春花般鲜艳芬芳，真诚不改，情意长存。正如佛法所言，以慈悲为根本，以真诚待众生。愿你以慈悲与真诚面对生活中的每一段关系，无论是友情、爱情还是亲情，都能如法修行，得福报圆满。愿你在这个美丽的季节里收获满满的幸福与健康，无论何时都能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刻美好。愿你的人生如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，清净无染，芬芳四溢，快乐洋溢在你每一个日常片刻中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愿你今天一切如意，身心康泰，福慧双增，喜乐安然，顺缘常伴。